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啊？大家看到我的照片，是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2007年我生孩子以后，然后身体严重亚健康哦，没有，就是说那个，当时呢，我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我通过学习哦，营养知识在这方面收获很大。那我接触安利这个环境呢，当时接触营养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渴望在学习营养知识啊，也发现这个营养知识给了我带给我一个对健康的认识。那在2015年，我在10月份的时候，接触到安利。在2016年的3月份，我做了一次天体，那个。为什么就是说我会接触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的严重亚健康，在2016年的15年的时候接触到，然后在2016年的3月份听了小静老师一堂课程，然后刚好是小静老师的第一堂课程，我听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哇，这个老师我说太厉害了，懂这么多的营养知识，然后我是第一，从来是不知道说。营养可以调理身体的。当时我的严重亚健康呢，是有5、6年了，因为我5、6年的时间一直在吃那个中药，这样在吃那个西药，后来改成吃中药。我原来的身材呢，这身体呢只有45哦，这张四十，96斤。然后我吃药吃了5年以后，我胖成120多斤，大家从那个照片上我看到哦。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胃病，慢性胃炎，吃东西都不能吃的，吃了以后我就整个人会那个胀气，就是像小孩子一样，我吃东西的时候都是需要很讲究的，就是婴儿吃的一样的才可以的。然后我的便秘。很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中国那个带出来的那种开塞露，一天我有时候上厕所上一次打一支这样的，有时候甚至一天会有2支打的。然后我的甲状腺嘛，医生叫我是3个月去做一次体检。这么种情况下，我那个时候是，就是说疾病乱投医吧，到处去看医生。美中国国外来回跑哦，那我最严重的时候呢，在医院里面住那个住院都住过哦，但是在2016年的3月份做了纤体以后，我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当时我就是听了小静老师课程以后，我就很下定决心哦，我就很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体。但是那个时候我老公说。你给人家骗了，这些产品也是一种药，还有这么多的钱，这些都是骗钱的，你就，不要听他骗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药吃下来，人这么难受，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嘛，哦，骗就骗吧，我是这么想的哦。那个时候我就瞒着我的老公，听在小静老师的那个指导下。我就偷偷的把营养素定下来，然后呢，就放在自己的那个衣柜里面。我就是没有当着我老公的面去吃这样。那个时候做纤体的时候呢，我是没有老师向大家一起做哦，就是老师给我一个菜单，然后我是按照这个菜单上自己去，按照菜单做。那个时候我是也很怕哦。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反应是很大很大的，我的反应很大很大。那个时候我是一点都睡不着觉哦，就是晚上很怕，很睡不着。然后我私底下问小静老师，我说小静老师，我说我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大？小静老师说这个是我的淋巴排毒反应。他说你，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那个西药，也就是我们的抗生素嘛。所以，我身体里面的毒素很多。小静老师这么跟我一说呢，我就不怕了。然后刚开始那3天呢，我是在，就是说
睡不着，然后呢就是头痛、头晕、反应那个很大很大。不过听小静老师这么说了以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不过这几年下来以后，就是从那次以后，我的老公呢也相信了。这几年呢，刚开始第一年做的时候呢，我大概有两年的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吃营养素，就是断断续续的吃一点。然后到第二年哦，一年半以后，我在第二次做的时候，我的效果就更好了。这几年呢，我每年都会跟着小静老师做，身体是越来越好。就是说看到我的人都是我改变，就是年轻了十岁，年龄都倒着走了。反正我就是说，今天有点那个，有点紧张哦。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不是那个我们的这个病毒哦感染，每个那个健康的产品很多，但是每个医生也一样，那个都是我们的免疫力，我们提高免疫力，我们就不怕。这几年经过过来以后，我现在真的是躺下来就睡着，而且只是时间不够睡，以前是睡不着。现在我各方面大概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吃过一颗药。同时呢，在2016年那个朱千里做了以后，我就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相信哦，我说到意大利去一趟看看小静老师，也去感谢他哦。然后我在那个意大利是2016年的9月份去意大利的，然后跟小静老师跟了十几天，小静老师，然后跟小静老师去跑市场，跑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去那里以后，我意大利以后，我就更加相信，我觉得营养素不是我们就是说亚健康的时候要吃，但是我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哦，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吃哦，营养素认真的吃。这几年我真的是从我老公的那个反对哦吃。你看我现在100公斤4公斤100已经保持了，我的那个也很细，就是说各方面都是提升很多。就是接下来小静老师 对接下来小静老师做铅体的时候，我还想每那个今年夏天再做一次，因为夏天的时候给自己再那个清理一下哦。希望大家住没有住的人趁着这次机会呢，跟着我们的郑老师好好给自己调理一下。我觉得这四次来就是我的身体给我的那个营养素调理以后的这个收获，就是价钱是无价的，就是说这个钱也买不来我的健康，但是我用短短的这3年时间给自己这么大的改变哦。真的是很感谢小静老师哦，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哦，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哦，谢谢小静老师啊，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静英哦，现在是50公斤1.6米，非常的标准身材啊，不到1.6米，1.57米。